绿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，马发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了不知不觉，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。要换什么？这个好了，然后一个这个。好，这边可能稍微阅读一下，兔子不能吃萝卜汉。兔子不能吃，哦，不吃萝卜，它只吃牧草。除了兔子以外，其他都可以吃。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那你们自己拿哈。谢谢哦。谢谢谢谢。里面请啊。哦，那个等一下要等一下，因为那个羊来就睡觉，不想吵的话。那什么时候会狂欢？应该11点会一起。在这里。没有，叫那个杨勋。对。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
各位介绍哈，这个是波尔羊跟努比亚山羊的混交种啊。它成年之后啊，老了之后会到各位的肚子里面去，就俗称的肉羊。没了。啊，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品种的羊啊，你们看那个脚比较弯啊，现在站上去这一只，你看它的脚比较弯，头上的脚，它耳朵是短短直立的啊。它们你看个头也比较小，只是比较壮而已。它是西非侏儒羊，俗称跳跳羊。我们这边大概就这两种品种，另外一个品种在那边，就是后面这一只。好，这个叫什么？看它的毛是一个头，它是绵羊类的哈，这个黑侏儒羊。放出来的是母的哈，母的不会长脚，所以比较不会有攻击性。然后我们的羊生产完之后，它就会泌乳，就会要实施挤羊奶，因为我们小羊跟妈妈都剥离。所以说小朋友才有小羊可以喂羊，大人就有挤羊奶的乐趣啊。待会我前段会先挤掉，待会敢喝的就手可以来接，来爸爸借我过一下，来，给你吧。待会啊，我的手就是羊的乳房，另外一只手虎口过来，就乳房轻轻的捏捏它。捏到下面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出力，然后挤一定要挤到它乳头前，压下来，好，羊奶才出来。我示范给各位看，来，弟弟前面看哈，好，先把它压一压哈，好，慢慢的推，好，好，就会越挤越多哈。跟你们一般喝的迦南羊奶不一样哈，他们那种是纯乳羊。就跟喝的牛奶一样，它是纯乳牛一样。来，要喝的手放这里，来。你报名的，来，尝尝看没关系哈，前面。好，绝对干净哈，因为我手都没有碰到。来，弟弟来。敢不敢喝？弟弟，你们刚没洗手对不对？想喝的有没有？他不要喝就算了。你很奢望要喝的，好喝吗？好喝哈。弄一点给老公喝，来，我这边还有了啊，你要不喝了，根本不会怎样，真的啦，新鲜的，很热哦，越来越多了没有？羊就会越挤越多，有没有人要喝大杯的？
好、哦，你看，待会你们就抓越来越顺手，它就会越来越多哈。现在它会痛吗？不会啊，它会痛的话就会踢你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来吧。那没有挤好，它会踢。没关系，踢到你又不是踢到我。一定要推到乳头前面哈。再下来一点，再下来，你不要那么快收的，再下来，再下来。小心好，来，你手虎口借我。轻轻松松哈，夹住以后，慢慢的往，你手不要出力，有没有？我抓着你的手呢，对，有没有？好，来自己试一试，你一定要推完哈，你不要这样子搓，搓没有用，哦，一定要挤压着它往下挤就可以了。来，再试看看，一定要推完哈，你都还没推完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来。他们在干嘛？来，弟弟来，来，我教你哈，你看啊、哦，这样子捏住它，慢慢的往下拉，有没有？就有了。哦，一定要它拉到很前面来，知道吗？好，来试看看。哎，好，不要怕，再拉下去一点，再来，你手反过来。对，对。Thank you.